寂寞过几回，快乐过几回，是不是每一次都能深刻体会，升华了几回，堕落过几回，是非对错有没有绝对，期待了几回，失望了几回，做过的事是否都问心无愧，错了以后能不能后悔，累了以后能不能后退，难道是我真的没有把握机会，这一次我已经有些无所谓，在飞。